街角享受浪漫气息，每个笑脸都在热烈欢迎。都知道我爱你，暧昧弥漫，让人喘不过气。偶然瞬间的讯息，在一起，念中已快记起，只有我知道恋爱的奇迹。Where I said nothing at all， 一个眼神就懂我。血共共劳，一边吃饭一边流鼻血，太性感了。我们后面先好、啊、先做准备开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刚丢掉的，哇，真是太好看的舞蹈了。Touch me, touch me, touch me。那个哦，外套对，冻没掉了，冻没掉。对，首先先恭喜 Twinkle 对发行了第二张的迷你专辑，叫做《恋爱限定》，是不是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？好，这张专辑呢，总共有三首歌曲，然后这三首歌曲的曲风都是截然不同的啊，对，而且所要表达的都是跟恋爱有关，都是跟爱情有关系，但是都是不同的爱情，不同的爱情，像有朋友的爱情，是，然后刚刚那首歌，它是你就是有点像是你主动追求一个人的那种爱情，对，我看他的 MV 跟那个歌词，感觉就是一直很期待男方也有发现你们其实有偷偷的这个注意他，偷偷的喜欢上他，可是一直希望说他也可以给你们一些回响的那种感觉。他是你对，然后另外一首抒情歌《梦游症》，他就是比较有点像是失恋后那种失落的爱啊，《梦游症》大家有看 MV 吧？他之前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嘛，对对对，非常特别，一个属于比较暗黑系嘛，有点诡谲，气氛有点诡谲。然后你们在里面的这个装扮打扮也都蛮。
不以诡异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角色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，就是他把那个梦游症的感觉诠释得很好，有点歇斯底里，也好像有点不知道你自己身处在什么状态的那种感觉。如果大家有注意 Twinkle 的 MV， 应该可以发现这三支 MV 都很不一样哦。刚刚说有朋友的，有自己对这个 Touch Me 勇敢追爱的，然后有比较这样子抒情型的，对，低落型的。那 Twinkle 应该知道今天来我们 My Music 的音乐舞蹈教室是为了什么？要为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宣传，宣传，宣传，送礼，送礼物，送礼啊，送礼物，送礼物，这个一定要先讲一下。各位直播前的粉丝朋友，如果你们今天分享我们这支直播影片 Twinkle 音乐舞蹈教室影片，就有机会抽到 Twinkle 联名 T 恤，我总共有五个名额，五个名额。哎，我们都没有，都没有吗？都没有的联名 T 恤，要的话，现在赶快分享加按赞，好不好？就有机会抽中，总共只有五个名额。好，今天其实要你们来是要让你们起内讧的啦。怎么说？怎么最怕？我们今天呢要玩两趴的游戏。那第一趴游戏其实这两趴游戏其实都是针对你们的这两首歌《Touch Me》跟《怎么啦》来做设计。第一趴我们要玩的叫做《Touch Me》的《Twinkle Twist》扭扭乐。扭扭乐，大家都有玩过扭扭乐吧？我们请工作人员一边先上道具，然后我讲一下游戏规则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像好，是这样暖身啊。对对对，小时候应该。参加社学校社团应该都有玩过这样的游戏，对不对？有，没玩过吗？就是赢了打翻呢，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要考验你们的默契啦。那我先讲一下游戏规则，因为我们五个人嘛，那等一下我们会先请你们猜拳，猜出一位是今天负责解答的人，就是我们会挖掘他的小秘密，然后他负责公布说这个答案是正确还是错的这样子。然后其他的四个人就要分成两组，然后其中的一个人呢要负责猜题，但另外一个人就要上我们的这个 Twist 扭扭乐的这个垫子上面来开始 Twist 扭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大家 OK 吗？好，游戏规则很简单哈。那我们先猜个拳好了。好，都没有谁的，都没有谁的。输的人应该是最。最赢的不用玩。最赢的人不用上去。哦，好，应该是最赢的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先猜赢的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，我们三个啊，你输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，我赢了。那你是被猜的。凯西，凯西也对。那所以你们两个再分两组。剪刀石头布，哎，一起分。你们出黑白就好了。好，黑白，黑白，黑白，出剪刀石头。不行不行，凯西也倒霉。出剪刀石头，剪刀跟石头，剪刀石头布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哎，刚刚是凯西赢嘛，对，所以凯西就是负责来裁判，今天的裁判。哎，我们有这个白板，不是一起啊？好，等一下，你就把答案写在上面，然后公布答案。那你们刚刚分组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说，在讨论说谁要去扭，谁要去扭。哦，好，选好了吗？对，两组，那怎么？刚刚这组是怎么样？雨农跟炫。羽绒跟炫是一组，嗯 ，OK OK， 那我们分组战，分组战来，吓我一跳，分组战，好好好。然后可清跟欣桐是一组，对，没错，那羽绒这组谁负责要上垫子？当然是，应该是说你们应该谁比较了解凯西？哦，我们是要猜，对，因为我们刚才题目就是凯西的题目，我们蛮了解，我们都蛮了解，这么有自信。的人猜到下面，难说了，我们是秘密人。好吧，陈先生，羽绒这组你要扭，好，那炫猜，好，那我猜他扭，好，那就请。一人先站一边好了，一人站一边。欣桐，加油！这是什么？可是我没有玩过哎。没有，等一下我会跟你讲。我们先站在一脚站在蓝色，一脚站在黄色。黄色这样吗？对，好。好像五起哦，他筋很软哎。我们往前站。那你们就抢答哦，我等下讲出来之后，你们就抢答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先看。好紧张哦。哦，好。答案先写出来。哦。干嘛这么紧张？徐凯欣他有时候会变，你知道吗？他要讲真的哦，对对。谁会讲假的？这有什么好假的？好，请问凯欣的生日？428。多少？428。说真的，太简单了啦。现太晚了，现在所以不好意思，羽绒要转发了。先举，我们让凯西来转。我刚刚转了，我转了，凯西要转了哈。那你再按照我们的指令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们转会有手跟脚跟颜色的指令。好，等一下啊，我先问一下，举手了之后，然后会说请抢的还是？就只喊出答案，你就喊出来就好了。就比谁先喊出答案。我题目一讲出来就喊了。就先喊答案。好。我刚以为是要等 Q， 你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那是我的错，这样子。左手在绿色。左手在绿色。左手在绿色。我想一个好位置，就不能换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其实可以 twist 可以换了，可以换。你可以，对对对，你先摆在绿色，好。好，那我们要第二题了，准备哦，哈。白色吗？
交的。哇，这是八卦吗？啊、可以可以回答是好。可以可以。请问请问哦，凯西交过几个男朋友？哇，难哦。来，数字最近的，快点猜。三五个。五五。哎、欸，他答对了。对。答案是你小青好厉害啊！哎、欸，五哥还蛮厉害，你几岁？我这个十八，从十三岁开始教。最难的问题最难答，记得。所以刚刚又是可心颖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来，我们来选择一下。来啊！官方数字是五嘛？官方数字是五。没有，我真的五个啦。哎、欸，右手黄色。在黄色。右手吧。哎、欸，现在目前好像还蛮简单的，等一下就开始给他们转，准备好了哦。好，有点难，感觉到地板动。有没有把鞋选加油？有没有把鞋子脱掉？可以可以脱鞋，脱鞋不舒服吗？不然这个等一下会扭伤。要不要把袜子脱掉？要啊，那欣桐要不要也顺便？对啊，你要不要把袜子脱掉？對對對，这个袜子也太不搭了吧？好好可爱的袜子。哎、欸，我之前有看过你们有上一集画画的。好，那个就是画妙蛙种子。哦，对，猜不出来，最后画的。画的，对对对对。好，第三题。哦、oh, ，好，我想一下哦。啊，你都要想了。好，啊，又想一下。我们就猜，赶快猜，然后数字最近的算一下。Okay, okay, 如果两个都猜错的话，请问，请问，我都没有在骗人的。凯西的第一次初吻几岁？十八岁，答对了。耶耶耶！你是乱猜的吗？乱猜的，乱猜。这是十八岁，很晚才谈恋爱，成年人之后才可以结婚。好，那就换欣桐要被处罚。我觉得其实在这边其实有点压力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题目都哎呦哎呦，来来来，对啊，很紧绷哎，这个题目好难哦。欣桐的对不对？对，现在欣桐要。左脚在红色，左脚在红色。OK OK， 你为什么选择这么远？对啊，你为什么不？人家脚长嘛，你干嘛想选这劈腿的？还阻止他？人家脚长干嘛阻止别人？好，我们赶快进行第四题。哦，这很简单，这很简单是。可是，哦，好了，什么好、哦、？OK， 请问凯西最爱吃的食物是？好快好快，我挡了！我挡了！谁先？谁先喊的？我先。举手，不是要举手吗？不要，那你说先喊，就是喊出来就可以了。好想赶快看你们被扭成一团。右脚在蓝色，右脚在蓝色，本来就是蓝色啦。有好会吗？哇哇，你现在是在拍照是不是？是一个摆 pose 的一个姿势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还要解题，赶快让他们转起来。请问 ，OK， 这个我觉得很难，要讲出很准确的。但是我们蛮常买饮料的啊，等一下，买饮料是什么题目？好了，我问了，请问凯西。喜欢饮料的糖度跟冰块，去冰半糖微糖半糖，去冰半糖去冰微糖，少冰少糖少冰多糖。选一个，你选一个。半糖少冰，半糖微冰跟半糖少冰，少冰跟微冰，半糖微冰跟半糖少冰。去冰微糖去冰。好，目前都没有对了。去冰半糖。去冰半糖，它不好甜呐、啊。它是果汁哎、欸，对，果汁然后去无糖，无糖行，无糖。凯西要生气了，凯西要生气了。无糖是我啊，无糖少冰。你请我们这两题一起惩罚好了，好不好？太久了，没有无糖过，都是全糖。去冰，你这么甜。可是果汁你不是有？不要说甜，起内讧了，现在已经在起内讧，大家可知道？吵架。转两个，凯西。凯西喜欢喝全糖，我是全糖无糖，我去买的是无糖，你是我问你们，stop， 没有人想知道你们想要全糖还是无糖，想说粉丝可能会好奇，对，两个都猜错，来各转一个，先转这个雨农的好了，还是两个一起啊，两个一起，左脚蓝色，可是欣赏新的蓝，左脚蓝色，我也在蓝色，那不要，那我就欣桐再给他一个，来欣桐要不要去？你左脚蓝色换了吗？他换了是？他是左脚蓝色、啊。他本来就左脚，那再一次。好可爱、喔。没有，我要用个两个都可以的。右脚黄色。我右脚在黄色哎。好，那这一题给欣桐。好，啊雨农。再一次。左手。哦，好，云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两个都是再一次。哎、欸，好，再一次。云也是再一次哦、喔。没有，本来有很云不是高难、喔、高难度的。左手在黄色，左手这边，好，那请维持这个姿势哦，维持这个性感的姿势，哇，表情不能狰狞，表情不能狰狞，拉小腿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左手啊？左手在黄色啊，哦，哇，好，第六题喽，准备。好，
直接喊出答案。可是你刚右脚不是蓝色吗？没有，他叫我不要动。对啊。嗯，其实我不是很知道哎，应该是这样吧。你在自己的那么震惊。我很久很久没有做。他就最近有发胖，很久没有做那个事情，所以不知道。什么？请问凯西的三围是？快点，三个数字，三个数字，三二四一，两个各打一个。三二四一，每个人都讲，每个人都讲，然后看谁接。我跟他讲哪一个？三二三三三三三二三三三。哎，你讲的不一样了。啊，你们两个都三。我们大家换一下，讲不一样的。三二四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没有对啊，没有正确的，对，还可以再改一个。三二三三。三二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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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十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？你胸围还少，我屁股才三十啊！你怎么可能量出来现实？你的头发完全不相信，是接近的，你怎么还？对啊，你比较接近啊！可是怎么可能屁股小成这样？答案是三二二三三十，所以是炫的团队赢得这一题，就炫跟雨农拿。好，来，转转转，还记得？哎，你的好轻松哦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要紫色的，好，右手绿色，右手绿色，右手绿色，还算简单。好，目前两位的这个状态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访问一下雨农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觉得我大腿有点酸，大腿一定有点酸。那可以做大腿很酸做性感表情吗？大腿，手在底下，心头还好吗？我觉得我现在有点，你现在脸有点好像花胀，有点胀，有点像爆的感觉，五毛五的感觉。好，最后三题，好不好？好，上升，好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准备哦，请问第七题。好热。凯西鞋的尺码。二块三十五。是谢。给炫炫一下好了，来炫来转一下，你刚刚撞到白板是不是？对，他太嗨了，好痛，我都流汗了啊！好，右手黄色，哎呀，简单，要跑步了，赶快进入下一题。哎，你穿那个左脚绿色啦，对啊，不要啊！我们刚才指定部位好，直接指定部位。啊 ，OK， 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好。什么？好热哦！好屌哦！请问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凯西最容易生气？生气？被骗？简单。你答对被骗？被？你有没有讲一个？要错被误会。标准答案。要写这么认真的？要写这么认真？所以刚刚都没有回答原因是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在想是工作上还是私底下。我刚刚想说工作上应该就是什么跳错什么之类的。肚子饿？对啊。对，我刚才想工作上还是私底下，我想到这个应该是工作或私底下被误会都会生气。他的禁忌，对，我的点就是只要误会我没有做的事情，很委屈就会生气。了解。那你刚刚有没有说话？说谎没有啊？误会你也没生气。好，你不是问我是非题吗？耶！下面的人在生气，我们哈拉了起来。他们等下会不会好笑？要不要转？啊，对，刚刚是凯西转，刚刚现在是雨农的，对，好。左手绿色，左手，我觉得手好像有点简单哎。好，那我们来讲好了，来回溯游戏，脚绿色，左脚绿色，没有呢，我们要让观众有点福利嘛。左脚绿色，哇，有，可以这样，盘腿坐下。我们摄影大哥，请问这个姿势，这姿势，最后一题，好，哇，这个知道很厉害，这个林心彤知道。这是左眼右眼的意思。对。我已经讲出来了。对，请问凯西的近视度数，左眼右眼不一样吗？250、350。林心彤知道。快点随便。给你一个。325，没有这么重的。1500。他跟我一样啊。我跟他一样。150、200。155吧。刚刚你的第一个对啊，对，你有对一个。第二个要不要猜啊？可以猜到第二个的。1750。哦，给你一个。另外一个更浅。175。175跟175。
175，165，再前一点。好了，不要再猜下去。175你猜了啦，那你刚刚125是算接近，因为另外一眼是100。哦。100，OK 哦。好，那两个最后，因为最后一 round 了，我们给两个。好。还是指定好了，凯西你要指定。我来指定。指定一个好了，看哪一只现在是最不符合人体工学的。我觉得那只脚绿色还蛮难的。左手红色我觉得蛮难的。左手红色，我手没那么长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还是。谁输起是？对，两个都要最后一趴。那雨农左脚啊，不行，现在没有很难。哎，累了累了。对啊，左手红，左脚，左脚，左脚，巴力巴力巴力，左脚红色，然后欣桐左脚绿色。哦，对，好。左脚绿，雨农左脚红色，欣桐左脚绿色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。对于雨农来讲是输姐哦，那他其实这样两个都是输呀。好，那请两位就维持这姿势，我们进行下一趴。好啦好啦，谢谢辛苦的这个雨农跟欣桐。哦，好酸哦。算是不分轩轾啦，对啊，所以下一趴要换人。然后听到了很多那个凯西的小秘密。我觉得你来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我是输的。哎，我超怕，其实这样子有时候会爆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坏人。我们现在要来进行第二趴的游戏，第二趴游戏呢叫做。怎么啦？我的知心损友哦，知心损友，这个应该大家以前有玩过吧？叫同舟共济。嗯，那等一下呢，五位呢就要一起，我们先站在最大张的这张，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往最小张的移。可是五位的脚都要在上面哦，就应该说五只脚都在上面，不见得五只脚，应该说不能踩到外面就对了啦。哦，那所以你们用扛的还是怎么样，谁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五位先上来第一张报纸，对，然后我要问问题的。还好我们都很为什么要问问题？问什么问题啊？来，就是问你们的默契，我的知心损友。旁边，这很简单啊，五位都那么瘦，这样就有点难了。这样有点难，都很瘦。那我要开始问了。这个呢是就是其实只要讲出是谁就好了。一二三说嘛。不用一二三，就大家一起拱那个人。就我问一个问题啊，比方第一题。对。请问，因为我之前知道你们去亚洲做很多巡回的这个嘛，那在这个出国就是上通告的时候，谁最贪睡，最爱迟到？好，三，你说这一次早晨，这一次行程，让我想一下。那平常也可以啦，贪睡叫这一次就是爱叫不起床哦，贪睡迟到，太简单了，没有就不用等啊，一定要这一次，一定要这一次，不管不管睡很坚持，好，不行，一定要近期，一定要近期，因为我最近重新做了，对对对，好，就给一个答案，大家给，快点，你要一起给是不是？好，一二三。凯西，凯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常在看得到你吗？看得到，因为我就是在房间等待他，等待雨农洗澡的时候，我就拿着手机就睡着了，太累了。然后只要一上车就会立刻睡着。但早上会起不来吗？有通告了，早上还起不来。我大概比他早起半个小时。你大概比他早起？哦，对，我会赖床，我很爱赖床。你又爱赖床，然后又容易不小心睡着。然后那个有一次就是时间还没化妆时间到了，然后经纪人还敲门叫我出去，然后你还在睡。对，我还是我整个像鬼一样。好。好，第一题，凯西最爱贪睡，最爱迟到。第二题，请问谁最爱乱买东西？啊，简单，谁？一二三，凯西。讲一下，你都乱买什么？没有，就是我就是觉得好像每次一到那种药妆店，什么都缺了，什么都用完了，我就会很想买。而且你只要揪团问说要不要买，他要，我要的。我是专一，我们很常一起买东西，然后每次要用的时候，他就说不见了。对，我都会不见了。我说那干嘛买？对，这才叫乱买。其实买回家可是乱放。不是，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很诡异的东西，就是每次我回带回家，我都黑洞。对，都放在哪里了？就不见了，然后下次再进到药妆店再买，对，就是哎要再又缺了。很多女生都有这样子的问题了，进到药妆店都疯了。第三题，请问谁平常最状况外？好，来。一二三，阿信，大家都有一次的跟，为什么是心痛？因为要自己讲嘛。对对啊，还是大家要吐槽他。我常常放空，就是我会想要就是 relax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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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 relax 吗？把脑袋清空，然后有时候经纪人在讲话，然后他讲完了，我就说哈，明天集合几点？然后他就会骂我。不是，不是，是经纪人讲说明天11点公司集合，他说明天几点？然后才刚讲完嘛。哎，那所以他在讲的当下，你是在放空。他出去了，魂出去了，魂都神游了，神游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我们请换到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天哪，可以啊，可是我都有答对。
哎，这不是处罚问题，这是要让一人一只单脚站，一人一只就好，来来，然后一人一只单脚，然后借力，我们可以不要不要，那我要过去一点，hold住可以吗？可以，其实抱住比较稳，要 hold 住哦。好，请问平常谁最龟毛？好，可以，我的脚啊，脚不能站，我你们不能往这边倒，可以倒，没有脚，拉抖边。我会倒，不是马抖边，什么意思？是另外一只脚颠起来，这样子，有啊，可是你一直想在那跟左边，龟毛。龟毛的哪一方面的龟毛？谁呀？龟毛，洁癖龟毛。哦，赶快来一个答案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李欣彤，这个好，你刚刚在问自己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对于服装这一块，然后还有头发那一块，就是不能有头发，它一定要时尚毛。时尚毛是什么？时尚毛我也是用的，时尚毛把我用的太整齐，就是我会哦，要有点个性的这样的感觉。而且他家头发不能掉在地上，很生气。对，要自己捡起来。头发掉的时候就赶快吸啊！他们有送我吸尘器。吸尘器，好好好，怕你们撑太久。请问谁脾气最差？好，有啥问题？李欣彤 ，hold 住哦 ，hold 住哦。又是心头，你为什么龟毛脾气又差？不是，我是来得快去得快，我其实。平常就是不会生气，但是只要一生气就会马上好了。林总，你现在也是不记仇型的啦，就是脾气上来了。你知道我就是男子的个性，谁的观感最差？我要看谁踩到地哦，都没有哈 ，hold 住哦 ，hold 住。好，那就下一题，请问谁最爱漂亮？大家啊，我知道哎，我知道，总是有一个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二三，你是我心，我以为是我哎，一个是心头，一个是谁？很漂亮，一个可心。嗯，有。可惜你脸要不要转出来一下？我怎么这么难？林欣彤朝着凤凰形台，他还好。可是林欣彤只爱保养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没有看什么爱保养是漂亮。好聒噪的一群人。我等一下，我让位。我们就是一个比较爱保养，然后我是喜欢彩妆，他是爱化妆，我很喜欢研究妆感，所以我就会穿搭。你刚刚喜欢去药妆店，然后你喜欢做彩妆，然后你是喜欢保养，心动喜欢保养。那刚刚是不是还有人有其他答案？没有，两个，没有，就两个吗？对，可心跟心动。好，再一题让你们换就过去。请问团体中谁最有男人缘？男生缘呐，就是男生第一眼最容易最喜欢。第一眼，哪一个？第一眼，来一个全部综合，年龄层哦，哎。所以是有四十岁以上的，有了，我们有分队。那先讲三十岁以下的好了。一下，好难哦。一下，可亲，第一眼，可亲吗？一二三，沈炫吧。可亲是三十岁以下。因为我是最近染这个头发比较被看，所以我才问哪一个。好可怜哦。对，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，所以这真的是老天爷最近可能。所以以前说中老年人，然后后来。因为以前都女生，那你念，你问一个三十岁以上，三十岁以上，四十岁以上，请问四十岁以上谁最？四十岁，你好像都得到一些很不是，我所有人都爱他，三十岁吧左右，也是三十，你自己觉得三十岁，还是视觉年龄三十岁，其实他们都四十了。视觉年龄保养得很好，保养得很好的年长男性。好，我们赶快进行下一题，好难，因为那个最难，来过去，那个怎么走？对，我们最后几分钟而已，快点，怎么可能？可以先想好战略，想好战略。对啊，这鞋子太大了。脱鞋子啊！你看他们多认真的在玩耍。垫脚就可以了。你脱那个裤子 ？Oh my god！可以，我可以掏服。垫脚好像有点难，是不是有些人要背啊？很难，要背吧？这样子，所以你一只脚进来。怎么可能？可以一只脚，不行啊，我站不起来。可心好像很厉害。不行，我站不起来。脚很小，你再进来一点。可以。还是想脚，一脚。抱许凯西，来，脚，我看到，大家有看过吗？一只脚，现在一群，这个消肿的状态。抱上，抱上，进来，可以。炫，他炫了，他炫了，来，我抱着瞧一下，来，可心脚踩啊，踩回去，踩回去，可以吗？都在外面。快点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来，脚勾起来，不行啊，垫脚，还是有人要背谁？我背，没有背，我背曾可心，怎么背？你背我，背你，不会啊，背上，怎么背？我背你们啦，我可以，跳出来，听口在节目上最没有，最客气，最没有形象的一次就是在我们的My Music的音乐舞蹈中，你就垫脚踩上去，等一下，炫，你又要上去的意思吗？好，可以了。怎么用啊？好，这脚起来，我就当作你有过。这脚起来，这怎么可能起来啊？别靠近来踩
踩一点点，踩一点点，踩不进去啊！哎呀，好了，这题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二转听口，现在已经。我们先这样子，我们先这样子问问题问题哦。好，请问谁平常最照顾团员？一二三，李欣彤。请问谁平常食量最大？徐凯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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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平常是怎么吃？因为我很爱吃火锅。那火锅一次吃多少？吃完了，他再吃铁板烧，再吃铁板烧。吃完火锅再加铁板烧，这是锅板，嗯嗯，就对了。好，来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在座的谁最饥渴交到男朋友？徐凯欣。徐凯欣，徐凯欣，你这么会吃，还想交男朋友？你先不说我，我会死的。全部都是你的。好了好了，辛苦你们了，下来。我都会帮他吃光啊！你会帮他吃光，那是节俭。对啊，都会吓到，想说哦，怎么好吃？取来当找来当女朋友，或来帮忙吃。我都是喜欢青菜尾的那种。两相宜。好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，好像好热哦，大汗哎，仿佛是中暑。刚刚跳舞好像没那么流那么多汗，你看我额头。好了，因为是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关系，时间也有限。那最后是不是因为近期之前知道你们去亚洲啊，做了很多的宣传？那近期还有没有什么宣传是要跟我们？有一个非常重要，是在我们在台湾最后的一场签唱会，没错，7月8号下午1点，在台北西门红楼警察局旁边的广场，最后一场，一定要来，要来，对。在西门町，对，好，还有那个电影节，对 ，OK， 现场签不完，签到凌晨都签不完。现场可以买专辑，对，可以买。那你们会用刚刚背的方式签？老背上吗？老背上的方式，那个可能要买100张才有。好了，主持人，我今天现在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凯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只有凯西有这个特别？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 MyMuse 的节目呢，我们有一位同仁。他是 iOS 的工程师，听说之前好像跟凯西认识，然后他特别留了一张画，希望 Zack 我可以带到这样子。告白告白，春天 ，GGS 认识吗？可是记得这个人吗？很久很久 ，GGS 你现在在看直播吗？我要讲我刚刚认识的那个缘由。好，快速。就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班有个同学就说，他觉得我会唱歌，所以有一天他就说，他哥哥有一群朋友是那个东华大学是那种合唱团社还是什么？是，他说我帮你带去。就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超级捧场的，他们说哇，然后就对我很有印象这样。然后后来我上节目之后，这个 GGS 是，他就一直会来留言给我，我的无名啊，然后还有我直播啊什么的。所以是从网，算是现实看过你的表演，然后后来变网友。对，就是有见过一次面，然后他很会和声，他唱歌也很好听。他听说好像也是玩音乐，然后他有带过一段话。那其实我觉得这段话其实也不只是给凯西啊，就感觉各位都可以适用的一段话。他说：“嗨，丫丫，看到你的坚持努力。”到现在有这么好的发展，真的很厉害哦。然后周边有很多太多的独立音乐人，其实在这个圈子都载浮载沉的，然后最后可能都默默的转为幕后了。然后像你们啊，可以在台前，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活动的机会，然后露出的机会。然后他听到说，有一个朋友叫 Mini 的朋友，他说你要来上我们 My Music 的节目做活动，然后他就觉得可以再看到你。在这个舞台上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，然后希望说之后有剧团呢，他也会去捧场，然后祝你们的事业发光发热，继续加油！谢谢。对对对，送给我们 Twinkle 的一段这个感人又励志的话，这样子。对，谢谢。是的，是的。大家有没有什么心得？丫丫的心得，丫丫心得。没有，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因为他真的是认识算是有12年以上了，然后真的就一直支持我，然后在哪边都会看到他的东西，这样。谢谢你，好哦，谢谢粉丝们的支持。那最后，因为等一下呢，Twinkle 就要以一支 ending 舞来做，这样子。然后所以Zack再特别再推荐一次哦，赶快分享这支直播，就有机会抽到 Twinkle 的联名 T 恤哦。那你们应该休息也够了吧？哦 ，OK， 可以，还是有点沉重，还是没办法，还是要来跳一支 ending 舞，要带给我们的是叫做怎么啦？
准备好了吗？ OK， 那我们尖叫。音乐舞蹈教室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听众。